在5月16号举行的亚洲影视周红毯上，林允在站定时因穿着高跟鞋不小心没有站稳，身旁的杨紫赶紧搂住她，防止她摔倒，下台时也是贴心的扶着她一起走。晚间林允在微博小号晒出动图感谢杨紫，称感恩我的紫。稍晚林允再次更新微博晒出两人合照，直夸杨紫男友力爆棚，还特意艾特杨紫，尽显姊妹情深。网友看到此微博后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快把这个杨紫收了，这么好的闺蜜去哪找，两个有酒窝的小美人，两个漂亮姐姐在一起的画面真美好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